我们一起。Hello， 大家晚安。晚安，晚安。棒棒晚安，棒棒晚安。对呢。好像不太对。大家晚安。大家进来一下下，晚安晚安，大家晚安晚安。好，那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OK， 从我开始。OK， 好的。大家好，我是仓鼠伪装成的猫咪，我是咪南潘之怡，大家应该戴着口罩没有本体还是认得出我吧？可以的，你的声音这么好认，你的声音这么好认，好好哦。大家好，我是小猪雨梨耶。 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兔子晨晨耶。 可爱可爱晨晨小朋友。大家看我们今天的打扮都是别有用心，对，真的符合今天的主题。对，我们精心打扮了一番，没错。对，我们今天是可爱小动物。那在今天开始今天的活动之前呢，先告诉大家今天有抽奖，好激动！有抽奖，有抽奖，有我们精心准备的礼物，真的礼物真的超棒，不是我要说。对，那今天的话是只要送出指定的礼物，就是 AKB48 听 PP 的麦克风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耶！大家加油，加油！抽奖，加油！祝大家有好运。对，好，把我们七月份收行的好运分给大家。耶！耶！Yeah.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礼物，我们要送他们什么礼物？大家准备了什么呢？那从谁开始？从最想看谁的？对呀、啊，最想看谁的？看一下最想看谁的？最想看谁的礼物？晨晨，我来看看。是我晨晨吗？我想看我。好，我想看晨晨的礼物。晨晨的礼物来。好，他已经跟了我13年了。13年。那晨晨今年才几岁？15岁。十五岁，所以代表说我2岁的时候，他就一直陪着我。是你什么抓两周岁那种抓周？抓周？请问抓这个是之后要做什么？对，好，给大家看一下。晨晨2岁就陪伴到现在的小晨晨，小晨晨，那你怎么舍得把他送出来？就是因为其实这是小时候，他都会陪着我睡觉，我就让他放在旁边。但是我越长越大越爆，他就会自己越来越小。小时候他跟我越来越小，是不是？对，小时候晨晨跟他分比例，然后越大越小，越来越小。然后也会跟他讲我的一些心情。哦，你会跟他睡前跟他讲话？对，跟他讲话。对吧？超可爱的。获得这个礼物就是获得晨晨的13年一起睡觉，最抽到这礼物的人就放在你床旁边。然后可以跟他讲你的心情之类的。不可以隔天睡起来然后掉到床底下。不可以哦。很有纪念价值，没错，很可爱，很可爱的。那我们来看看 Mina 的，好，来看看我的 Mina。OK， 我的礼物呢，是我大家都知道我绘画技巧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只是很努力的去画它。这个呢，其实是之前在节目中手绘的，这个叫水豚君，水豚可爱的水豚君，它也太可爱了。然后它的设计里面其实是一个草莓，啊，我看的。粉丝，对，然后终于今天借这个机会，希望可以把它送给会好好珍惜他的粉丝。我相信大家都会好好珍惜他的啦。对，然后上面还有我的签名吗？对，我的签名，价直接翻，哇，直接翻100倍，真的。对，草莓。然后大家也知道 ，Mina 就是一个比较节俭的人，就是我。有个、oh. 陋习嘛，我有个好习惯，好习惯，对，就是我看到地上掉下来的钱，我就会把它捡起来，就是没有人要捡的那种钱，就把它捡起来，不然它很可怜，就在地上一直被人家踩，它很可怜。它也是有价值嘛，所以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没有人要捡1块钱，就可以把它投进去这个铺满里面，然后。慢慢累积，然后可能就可以来看一次公演。储存你跟 Mina 的结婚基金，结婚基金，对，就是这个水豚君。Yeah. 希望抽到的好好珍惜它，要好好珍惜哦。还以为里面有钱，没有，里面没有付钱，没有钱哦。那有我满满的爱，好吧。好的，那我要来介绍我的礼物是什么呢？我的礼物是这个，哇，我自己画。
娃娃兵，因为我的粉丝的名字叫做娃娃兵，所以呢，因为之前其实直播的时候有很多粉丝就是想要我画他们的怎么讲肖像画，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想说，因为我的粉丝就叫做娃娃兵，所以画娃娃兵就代表就是在画你们，所以先抽到的哦。而且云林之前在 IG 也是每天都有画不同成员，对对对，没错，直播也有画，对。所以呢，底下还有我的签名，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小惊喜，小惊喜就是收到的人自己去可以收好，这样就先不告诉你们里面有什么小惊喜，亲手制作。对，我熬夜制作，熬夜昨天半夜还在跟我们熬夜画。对，好，那希望祝你们好运，要收到的人好好珍惜。对，没错没错，加油。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玩游戏了吗？要玩游戏了吗？等一下哦，我们要先设那个抽奖，我们要先设抽奖的那个东东小礼物哦。对，然后幸运得主会在40分钟后抽出，抽中的人会从系统私讯跟你联络，请大家记得开启收陌生讯息的功能哦。除此之外，今天的同乐会小游戏中用到的道具也会送给贡献榜前三位的大家哦。耶、yeah, 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只要送麦克风就可以抽奖。没错没错，是 Team TP 的麦克风哦。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抽奖，开始40分钟，大家加油耶、yeah. 加油加油 OK 那谢谢谢谢大家的麦克风。你看来大家很想要我们的礼物。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然后我就不会唱了。不要人抢好不好？大家人人都有机会。OK OK。好，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跟我们一起度过吧。美好的美好的美好的周末夜晚。对对对，没错。好的，那接下来就是第一个游戏。好，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游戏叫做宝箱探险者。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宝箱？好，其实就是恐怖箱啊。啊、哦，原来恐怖箱。哎、欸，那我们你们会怕恐怖箱吗？还好，看过好像其实也还好，我也不知道。没有，我好像也还好。没有，也没有多怕。我怀疑耶。其实就还好，不要是怎么蟑螂啊、恐龙之类的。等一下，就是恐龙是什么？根本就没有在怕的哦，请记住他现在说的话，我们待会来看看，拭目以待大家的反应耶，我很期待、哦，我也很期待 Mina 的反应。好的，那恐怖箱，恐怖箱大家都知道怎么玩吧？恐怖箱就是我们会在一分钟之内要摸出箱子里面的东西，对，然后猜出来的话可以获得免死金牌，对，免死金牌，哦、这里有免死金牌，免死金牌哦，免死金牌，刚刚被我看成吐死金牌的东西，吐死金牌，对，免死金牌怎么用呢？那待会再告诉你们。对，等一下的游戏中可能有用，就会需要了。对对，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是吗？刑具，哦，哇哦，好懂吗？我完全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来清空一下，清空，可以可以，谢谢大家的麦克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天，我们有看到的话就会回你们。谢谢大家的麦克风，麦克风。我们现在是不能看吗？还是还没放？还没放。哦，好重哦！请问我们还在吗？好重哦！为什么我们被挡住了？请问我们是在哪里？嗨，大家，我们在这里。嗨，好，那我们现在先。谁哪个幸运儿要先来？大家想看谁？想好，你们想先看谁？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留言。大家想看谁？看看留言，谁先来呢？仓鼠吗？没有，大家如果明明就没有的时候，仓鼠是仓鼠吗？我好像看到是仓鼠、雨林、仓鼠、雨林兔子之类的吧。哦，仓鼠、雨林，好，那就晨晨。哦。眼罩吗？好，不然看那个。好可爱哦，晨晨跟这个太可爱，他那里是动漫人物哎，太棒了。OK， 我们来看看准备好了是什么呢？我要开喽！噔噔噔噔！哦哦，这个哎，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好棒！等一下，这个你确定吗？我觉得很。
从这里吗？我是有一点不敢摸这个啦，但是看你咯，听说你很勇敢，所以你我相信很勇敢，我相信真的你可以的，不要怕，不要怕。两边都可以。我觉得他，因为你小心，你小心哦，你小心哦，小心一点。其实我很怕。他要从箱子里面爬出来了，快点！没有，你不要，你不要吓他。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温柔一点。对，你，对对，你现在还没有摸到，你现在只碰到。啊！哈哈哈哈哈哈！等我等谁刚刚说你很勇敢的？没有，是 Mina。哦、是 Mina， 他说：“哎、欸，恐怖箱还好吧？”就是橘子嘛，这是什么？你小心，真的。嗯、啊。你的时间要到了，宝贝。哦哦哦哦哦！小心哦。有感受到了，它是什么？啊，毛毛的。对，对，对，它有毛草吗？它是一个，它是还不错的。哦哦哦！Oh my god！ 还好吗？一分钟了，宝贝。到了，你要猜，请真猜猜吗？请猜猜是什么？是奇异果吗？再摸一分钟吗？谁摸的？你要再摸一分钟吗？我们再摸一分钟，再摸一分钟。我还没解剖它，哎，好可怕！这什么声音啊？好恶！这是什么啦？这是什么花的果子？可是它不是一粒。对啊，这真的也看不出来，这真的看不出来。对，我你们看着都看不出来。我们看着。他粉丝说，粉丝说也看不出来。你们是认真看不出来吗？我真的看不出来。认真看不出来。我没看过这个东西。我猜是假的，植物的东西。
我是蛮喜欢的。我也喜欢，可以，好像可以什么皮肤可以比较好吗？是吗？是好像皮肤。然后雨林想说，我哪知道你们粉丝有人猜对了，粉丝有人猜对了，是那个吗？姐姐，对，有粉丝猜对了，我完全猜不出来，加油哦！我可能要放弃了，吃的，真的吗？吃的，吃的，食物方向，不要养，不是食物，食物，榴莲。不是养生的，养生的面包果很养生吧？面包果是什么？就是叫什么啊？不知道怎么讲。可是时间到了，到了，请给出你的答案。看不出来啦，这什么啦？看不出来。猜不出来吗？我吃过吗？你应该吃过，但你好像不喜欢吃，好像是你不太喜欢吃的东西。加油加油。我放弃。好，所以我们要公布答案了吗？你拿个眼罩下来看。啊，你看一下，好，你看一下，你猜猜看，猜猜看这是什么东西？你看得出来吗？你可以从旁边看，你可以从旁边看，你可以拿出来，可以拿出来。哎，对，你可以拿出来，要不要用这个这样子？菜瓜布，木耳，你可以，对，哇嘞，我根本没看过它长这样子的时候，我也没看过它长。啊，对，我们一开始也看不出来。我们一开始看不出来，我还掰了它，它是不是很贵啊？对不起。反正是我的。然后等一下工作人员会吃掉。对，今天的食物都是给工作人员吃掉。这太难了啦！我的天，赞，姐姐给你一个赞。我不是败在怕，我是败在我摸不出答案是什么。对他真的不怕，他一开始就直接抓。我就没有要给你们免死金牌啊。哎，早知道刚刚第一个摸，第一个是不是比较简单？没有，还是姐姐是看人给的。可能。对，姐姐是看人给的。眼罩呢？给 Mina 眼罩宝贝，眼罩。我在哪里？谁偷了我的眼罩？想说怎么找不到？在哪里？你当口罩啊？你真的当口罩戴？好，想说是怎样？恐怖箱还好啦，我不怕黑啊，其实。你不怕黑，但是你可能怕恐怖箱。恐怖箱跟怕黑好像。姐姐，请给他最可怕的，请给他最可怕。没有，是蛮可怕的。真的吗？好，我们来公布。我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哦。相信工作人员对我都蛮好。哎，你完蛋了！你真的完蛋了，完蛋了！这真的是最可怕的。你完蛋了！耶！好开心哦。没有信任。好期待 Mina 的反应哦。好，这个也是有些人觉得他还不错，有些人觉得他很可怕。他会，他有舌头，你要小心。他有舌头。对，他会吐泡泡，他会吐泡泡。为什么？真的？真的，我们说的是真的，我们说的是真的。它是海底的动物。那我们现在是动物吗？来让 Mina 摸吧。啊，好吧。计时开始。怎么觉得很可怕？加油哦 ，Mina。我摸到什么？我摸到什么？请问你还没摸到啊？刚刚是谁？我觉得我摸到什么东西了。刚刚把两个片段剪在一起。大家刚，我刚刚摸到硬硬的东西。大家有录影吗？我刚刚戴上去。你干嘛想？哎，这好像是水哦。对，是水。
水，不是手。没有水它会死掉啊。是什么声音啦？加油，明娜加油。我知道了，我知道，就是一个那个盒子，你真的还有东西在里面？他要你猜的，你要猜的东西都在里面了，小姐。东西在里面呢，要跑掉了啦！温柔的对待他，不然我觉得我们根本不需要提示他，就是他自己会自己害怕。我们不用吓他，我们不用吓他，他自己会自己害怕。他要跳出来了！姐姐，姐姐已经够害怕了。你摸的时候小心他的舌头，你小心啦！你还没碰，我摸到他的壳了。好，加油，加油！那个蛤蟆，蛤蟆的壳，你确定吗？是吗？还是石头，该不只是石头吧？你再猜一下，你自己猜猜看啊！再猜一下，该不只是石头放在水里吧？然后你想想你刚刚的各种行为，该不是石头？对，你想一下，你刚刚为什么那么怕？刚刚笑那么大声，该不是石头吧？你是几分了？3分钟，3分钟哦！我觉得3分钟，好，你要猜了，你要讲，你要猜了。石头哎，在水里的石头吗？对，好，确定吗？把眼罩拿下来。好，你可以看一下，是吗？是蛤蟆，是什么啊？你可以过来看，你拿出来啊，这样你可以看，小心哦。真的是蛤蟆？那我一开始猜不是答案，但是你一开始你就改了。对，但我为什么要改？因为我觉得应该不可能放 Mina 的海底的东西。我们就有说有舌头，然后会冒泡泡。我觉得你们在骗我，所以我想说应该是放不会动的东西。太好笑了吧？太好笑了。觉得有手在碰我，因为我刚刚这样啊，真的，你有碰吗？因为我刚刚这样子伸进去了。好，我们来还给姐姐。走开啦，恐怖侠！走开，走开啦！谁一开始说最勇敢？不是，我怎么会有水？我要来期待那个结束之后，人家把那个片段剪出来，我一定会。所以只有我有免死金牌。那我们是不是？哎，现在要干嘛？我们现在先坐下，坐下吗 ？Sit down, sit down, please, please, sit down, please, thank you。恐怖箱好玩吗？还蛮好玩的，其实可以。有点可怕，我现在真的觉得我现在太难了，我现在还在喘，我现在还在喘。我觉得你的反应真的是太好笑了，真的是很棒，你很棒。谢谢。不是，怎么会有水？他一开始就说他最勇敢。对啊，他说恐怖箱是什么啊？我不怕啊。Mina 的勇敢传说。这必须有水啊！对啊，对，姐姐做的很棒，姐姐做的很棒。蛤蟆有舌头吗？有，那个叫腐竹，腐竹吗？嗯，那它在沙里面要移动的，那它脚。是啊，了解。我们还说是舌，你说呼吸那个是气管，那是另外的。啊，对，我说的是气管。嗯，哦，其实蛮好玩的，但是也是让我第一次知道它叫什么银耳、白木耳。白木耳长这样子，还没泡水之前哦，太酷了！好，我们的所有的刚刚的食物，在直播结束后都会有工作人员姐姐帮我们处理掉。所以你刚刚在会吃掉他们哦，不会，不要担心，他们就这样子没有。哎，要走到我边在里面洗手，看。所以我要一直拿着这个吗？没有啦，你可以放回去。你也可以，就是我待会儿头上。我觉得姐姐是给我最简单的题目。哎，好像恢复了，恢复了吗？各位，大家回来了吗？大家回来了。回来了就说个嗨。嗨。OK， 欢迎回来。那刚刚的游戏规则大家有听到吗？没有，应该没有，我猜。你再讲一次。我再讲一次。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小杯子，要倒苦茶进去，苦茶加到满，然后流出来的人就要喝那一杯苦茶。然后我们这么大杯吗？没有啦，那个是要给你们倒的吗？还好，好可爱。那个、就是、那个是原始的苦茶，啊、旁边是倒加进去。好，啊、用这个东西。对，那也没有给你们喝那么大杯啦，那个是奖品。啊、哦！刚前三名。我们今天还没有讲榜前三名的奖品是什么，对不对？啊，对，今天我们有一个奖品，奖品是什么？我们会送他们什么呢？什么呢？所以送他们倒过苦茶的杯子。就现在你中间卫生纸上面那个杯子。你们会得到这个杯子，用我们的手把它
不是用我们的手，然后隔着滴管把苦茶滴进去之后，那我们会在上面，我们会在上面签名吗？还是会的？我们会要签名，会签名，我们会在上面签名。哦，那我们现在来签个名，先签个名，然后我们会在上面画画，可是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会画完，那你们就可以期待到时候收到的成品是什么？榜前三的人就可以有哦。对，那我们现在来，来。看一下，变一个杯子， okay. 看看要什么颜色呢？我想要蓝色。黑色。那你要什么颜色？咖啡色。好的，我们。然后先拿这里。都可以。裤衩的颜色。大家，我们的抽奖还在进行中，可以送我们 AKB48 Team TP 的麦克风，就可以进行抽奖哦。没错。来签个名。这个是榜前三的礼物。对。大家想要得到这个礼物的话，就丢礼物吧。送给我们麦克风。对。准备参加抽奖。等一下会再补一些其他东西上去。先签个名就好。对。等一下其他东西你们期待一下。先签个名，到时候你们收到就会有那种惊喜的感觉。没错。对。Surprise！ 然后工作人员已经默默的把三杯苦茶。好可怕！可是我要先感谢工作人员姐姐，她准备的很小杯。对，谢谢谢谢。感冒糖浆、欸，但是其实也蛮多的，因为感冒的时候喝那个糖浆也是小小一杯，可能要喝完吗？但还是谢谢啊，至少不是这个。对，这个不行、哦。看到它我真的很傻眼。这个是三百墨。哦，三瓶养乐多。结束之后就大家下掉。Oh my god！ 姐姐们下掉，粉丝一起下掉，所有的食物跟饮料都会好好的喝完，对，跟给吃完，对对对，没错没错，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姐姐们，谢谢姐姐辛苦了，辛苦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游戏，我们来猜拳决定顺序，好了，好，好，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哦，啊，晨晨先是先的吗？那我们两个。剪刀石头布，哦，那我第二个，我第三个，一二三，第三个好像没有比较好，其实没关系，可以。是我要开始了吗？卫生纸吃掉你就输了。我们你可以用，你可以倒在，就是用这个。没关系，我直接这样子开始。Oh、好，没关系。好过分！好过分！好，就他一次就失手啊！都在哪？大野车！加油！这是我们天使脸孔。Oh、好，杯子不能拿起来喽。好。好、哦，不能拿起来，好。不能动。那我也可以直接倒。可以。那你如果倒出来。对，我好怕我倒出来。是有小，故意是有小的、啊哎，你可以用小的。你可以先倒到小的里面，然后这样小的倒进去。哦，你说可以倒到这个里面，对、嗯、对。哦。哎、欸，其实它不会倒出来啦。对，好像还好，好可爱。你可以练习。Hello， 等一下，你确定吗？哇、oh, ，好像还好，看你，你不要哦。我要用这个可爱的滴管，这个也太可爱了吧！这个滴管好可爱，我之前都用这个。我之前也不重要、這個。加油！就这样吧。OK。好。好。下一位。晨晨真的很凶残。我也觉得。哦。他没有增加的感觉、啊。好像还好哎。对啊，没有到。你要用哪一个？这个吗？那我用这个。哎、欸，你要先压，对对对对对，放开。哇、啊！ Oh! 好可怕哦，你们两个。你要挤完吗？其实还好，其实还好，他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对。谁把苦茶甩出来了？他。他是我吗？他刚刚那个管子这样不哦，真的吗？对不起，这是意外。哦、oh!。觉得这是意外。哦、oh.。宝贝，我要看这个可爱的杯子。我们好像在做什么化学实验？真的，感觉很有学问，有没有？甩出来算失败吗？那个不算，就是你撞到桌子害它晃，然后满出来的话，那就算。哎，我觉得现在有点危险了。其实还可以。好。哦，好哦。我要用小的，我觉得好危险。滴一滴也可以。我来看看。米娜，米娜，
哦，我在追求一个极限。对，天哪，他就已经在追求极限了，夸张，好紧张，没滴到卫生纸，滴到桌子。欸、你很敢加哎、欸！对啊，你怎么那么快？因为他就还没到啊。就是你们要看他这样子的时候，就才是需要的。哦，其实还有空间。会玩呢。啊！加油，高一成哇哦！出来吧，出来吧。可是没差，欸、他有原始金塔啊。啊！真的、哦。所以才要他滴出来。对对对，刚刚的晨晨得到的免死金牌就是现在可以用。他如果待会不小心害他滴出来的话，他可以。不用喝一次、啊、真的吗？好开心哦！对，谢谢姐姐给我奇异果，这么好的。快点，你就直接滴吧，你不是很想喝？对，你不是很想喝？可以结束了吗？哎，继续，不行、啊，我觉得看起来这颜色就很不妙哎、欸。谁说想喝的？我说我没有喝过，对。要不要滴两滴 ？OK， 没问题。高月晨滴出来，高月晨滴出来，高晨晨滴出来。好，天哪，我觉得我有点完蛋了。我要玩到什么时候？谢谢大家的麦克风。我有点完蛋了，滴滴就好了啦！哇！啊！啊！不要啦！其实还有空间呢，真的。这个杯子很厉害哦。对啊，为什么都不会出来？好安静。因为我们很紧张，知道吗？好紧张，真的很紧张。对啊，为什么？你们真的是很慢。哎、欸，其实没有，它真的还有空间。晨晨老板来多滴。晨晨很有那种学生实验的感觉。对，实验家精神。哦，你看，他已经到边边了。这个，可是还没有出来。所以你叫我再滴一下吗？等一下现在也喝。你这样看，它其实你这样子趴在这里看，它其实没有到那个。好，米娜加油，米娜加油！我还用小的，我不敢用大的。其实差不多，加油！他们的意思都差不多，就是一次滴出来只会有一滴。哇，你真的是，你很敢呢、欸！整死我呀！他很想喝。没有，是想整死我呀！我只是怕我们玩的太久。啊，好可怕！其实我觉得没那么快，你就滴吧。一滴就好，我也一滴。没有，我可以很多。一滴就好。晨晨多滴几滴、啊，好两滴，好换，就是你了啦，你给我喝，就是你了，快喝，好了，没有了，刚刚最后那一个，好了啦，啊，再有一滴吗？有了，好，啊，好可怕、哦，好，哎、欸，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啊，我觉得就是你俩的啦。哎、欸，他真的很随便，他都这样子哦，就加了。你好了啦，你加很多滴耶，三滴而已。好可怕！啊，拜托不要流出来，拜托不要流出来。啊，还好。啊，这样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要天亮，对，我们要玩到什么时候？要玩到什么时候？哦，好两滴。哦哦，太好了。好，不是我。你结束他吧，是不是觉得玩太久了？太久了。我觉得可以了。
我要疯了，太可怕了吧，这怎么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我啊，而且这个杯子啊，它有一个杯缘，就是它会挡住，所以它的表面张力有，这杯子很棒，两层的感觉，好了啦，好了啦，他想喝啦，哎，很可怕，是我啦，冰糖，好可怕哦，我要再滴，哦，我们要安静哦，我好，没事，没事，哎呦，好慢哦，好慢，不想喝，你明明就想喝。哎、欸，你真的滴很多滴，你是要整死我哎、欸、！Hello， 你就跟我滴完呐、啊！哎、哇塞，你就滴完呐、啊！你为什么不滴完呢？它不会满出来的。它会啦！哇，好可怕哦！超可怕！这是我18岁，刚满18岁玩的，算第一个游戏吧，这是最恐怖的游戏。我们一开始应该把它装得很满。因为其实刚我张念还就是你了啦，你不要再玩了。对 ，Mina， 不要不要了啦！好可怕，好可怕！我们要安静。我看清你了 ，Mina。Mina， 你怎么这样子 ？Mina， 等一下，会不会是你呢？不是我，是我觉得就是 Mina 了。你看，这么我一直闻到，我一直闻到空气中都是那个苦茶的味道。哎，我觉得不行。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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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才几墨可以撑那么久？对啊。哎呀！不是我。所以才是表面张力啊。好强。OMG！ 哎。哈。好可怕。尿出来了啦，差不多了。哇嘞，你不要一次滴那么多滴，这样子你没有滴是我滴耶。哎、欸，我觉得他还好。等一下啦，不要了啦！晨晨，你不能只甩一滴就走哦。为什么？他们都甩3-5滴哦，只有你甩一滴。规则是一滴，我前面也一滴。但是你没有喝，一直在吸那个苦茶。确定我们玩得了3局吗？我
觉得不行，觉得时间不够。对啊，我觉得这一局为什么可以两局吧，为什么可以玩那么久？我觉得你们玩的久的让我有点意外。对啊，真的，因为我在测试的时候不会玩这么久。为什么？这个、因为我们很太紧张，所以就一滴一滴吧。啊，哎，他怎么？哦，是你是你是你，我你要帮我加一次哦，不要。好可怕、哦！我人超安静，都不敢说话，很像老奶奶还是什么？实话说，我原本预想是你们会有人把他撞翻。真的吗？是吗？但是你不是说上的人吗？哪个糊涂蛋啊？怎么可能有人这么那么容易撞到？就是你啊，一定不会是你的。为什么这次可以这么久？等一下，他会不会太好了一点？好了啦，你他都不出来，他要出来了，他真的要出来了啊！好强哦！我们直接恭喜。Oh my god， 我要不出来。Oh my god！ 那个是滴在外面。好，他说他真的要出来了，他真的说抹油会比较好弄。抹油是什么？应该没有关系吧？大家，我们现在有一个抽奖的活动，大家可以送我们 AKB48 Team TP 的麦克风就可以参加抽奖了。我觉得不行了，我觉得这极限了。抽中的得主可以获得我们的精美小礼物，然后我们的小礼物真的要疯掉了。好，拜托，他真的他出来了。对啊，一直拍他拍出来，可是他又没有出来。对啊，好神奇哦。该踢到了吧？哇！出来可以了，哦，可以。我觉得这杯看起来比较少，这杯好了。耶、yeah, ！开心。不是啦，妹。把它下掉，来，加油。Mina 的苦茶酥体验。哎呦，咕噜咕噜，它的咕噜声也太可爱了吧！这是什么？山楂。哦，太赞了！这是什么？山楂糖。两个都不是很好吃的东西。有人说出事了，阿姨，出事了，出事了，家父，我有口罩，大家看不到我的，哎，看到了，什么意思？抽奖时间还有 ？OK， 哦，这是一分钟的意思吗？嗯，抽奖时间还剩一分钟，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投出你的麦克风，谢谢大家的礼物，大家加油，加油。大家想喝这杯苦茶，我们是不是来不及再玩第二局了？时间上有点来不及，好像来不及，好可惜哦，不能看第二个成员喝苦茶了。来，怎么样？你想喝？现在喝？没关系，没关系，不需要了，是不是？那这个是不是先可以吸它一口？不然先那个，对啊，就会倒出来。这个再把它吸回去，我们不要浪费。苦茶很贵，是吗？是真的蛮贵的。是的，好漫长。吸回去花很多时间。请问现在是什么环节？但是好像已经可以直接整杯拿起来吧？好像可以哦。可以，小心拿哦。你再滴出来就再喝一杯。对，为什么我是帮忙倒？等一下，等一下，我是帮忙倒回去。为什么我要喝？结束之后那两杯，你们再去旁边把它玩完。好，可以。好了，我们抽奖时间剩五秒钟。9 8 7 6 5 4 3 2 1，哇！是谁呢？恭喜秀贤烤鸭，还有小红，恭喜你们可以获得苦茶，那个我没有啦，我们对啦，是我们的精美小礼物，没错，精美小礼物。恭喜你呀！好的，我们现在第一个游戏跟第二个游戏都结束了，我们就要进行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就是庆生环节。
的18岁，希望有越来越多人可以知道我，然后支持我，然后爱上你，欢迎听听听大红大紫耶！好，那我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陪我们一起走下去，耶！度过每个生日 ，OK？ 大家要陪我们度过每个生日哦。那我们现在就因为。这次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会脱口罩下来吹蜡烛。我们用我们的气功，哈，蜡烛，那哎，这样说不定可以哦。好，一二三，哈，再是一二，哈，我们慢一点，慢一点，还用扇子吗？不是，没有，我们没有在用扇子的，我们要，我们用气功，一二三。其实我今天穿这个
长颈鹿的那个发箍，发箍就一来大家都说跟这个衣服很不搭，不搭，所以就带了这个可爱的。对，就是跟公司借的，之前有拍生写真带过的这个，对，可爱，可爱。你今天是各种动物的混合体，仓鼠、猫咪，这是什么？那我就是，这就是猫耳朵，这是猫耳朵吗？还是那兔子？兔子，兔子跟我一样。兔子哇，谢谢烟花，太棒了耶！好的，那我们还有一分钟吗？还有一分钟，还想吃蛋糕、哦，对啊，好香哦，巧克力。Hello， 大家好，大家到现在还有机会可以丢礼物哦，赶快丢礼物，冲到榜一、榜二、榜三，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小礼物，我们的苦茶杯杯，签名版苦茶杯杯，苦茶好喝哦。Oh no， 杯杯，签名版苦茶杯杯，大家加油，杯杯，杯杯，杯杯。第一名可以选要谁的，第二名、第三名是随机的。哦，了解。原来如此，大家加油！加油！快点来拿我的杯杯吧，可以用这个喝水。杯杯，可以拿这个喝苦茶。可爱动物园，
大家，辛苦大家。哎，我两分，我直接念出来。我直接念出来。晚安，晚安，晚安。大家，我们开到整点。谢谢大家，我们还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对，谢谢礼物，谢谢。等一下，上面那朵木耳的要吃，好想吃哎，可是我可以。刚谁摸我玉玲啊？对，啊，看起来好好吃哦。晚安，晚安。你说木耳的部分吗？哎，哦，可以来个截图时间，那我们来一个截个图吧，让大家截可爱的图。有后面那个吗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给大家截个图。我们家关了，耶！ Yeah, 那我们这个杯子先不要，我们拿蛋糕就好。拿什么？翻哦、好，我不会不会翻，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截图，截图吧。哦，啾咪那个，谢谢啾，啾啾牛，好香啊！我的天哪，换动作吗？好，来什么？好想吃哦！那我们来一个没有蛋糕，耶耶，爱心爱心爱心。那谢谢大家来看今天的直播，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大家拜拜。